first they have to think about globalization. We think we ought to be out there, we ought to have physical presence, but we ought to have people who are highly involved in and expert in the regions in which they大家晚上好，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还请大家入座。好，各位，欢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全学中心北京。我叫全奇，我是哥伦比亚大学全学中心北京的工作人员，我也是哥大的校友。首先呢，我想代表哥大全学中心北京欢迎各位在这个炎炎烈日之下，在这个烈日还没有沉下去的时候，来到我们的中心参加今晚的活动。我想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哥大全球中心。那哥大全球中心的建立源自哥大校长李布林格先生对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战略的洞见。2009年至今，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在全球9个国家建立了全球中心。虽然中心之间远隔重洋，但也正因如此，全球中心的网络将哥大带到了世界各地，也将全球的知识、信息和人才带回到哥大的校园中。哥大全球中心服务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学者，同时也服务于我们的在校生、校友和新生。但在此之上呢，哥大全球中心北京同样也会在举办类似这样的服务于区域，以及把更多的不同的领域的这个专家学者请到我们的中心来做这样的公开的活动。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并且参加哥大全球中心北京正在举办的哥大北京之夏系列活动。哥大北京之夏包括电影、诗歌、音乐、历史、图书馆学、城市规划、能源、工程、商业、新闻学、艺术等一系列主题。超过30位哥大教授学者将与国内各领域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导演、制片人等共同领衔各类公共讲座、研讨会与公开课。那今晚呢，哥大北京之夏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特别的活动。在这个闷热的夏夜，我们以曲会词，以歌谈诗。我们特别邀请到父子两代音乐家，作曲家高维杰教授与作曲家钢琴家高平教授。稍后他们将与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萧马老师、著名当代女诗人翟永明老师畅谈音乐与诗词。下面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今晚的四位嘉宾。首先是高维杰教授。高维杰教授是作曲家，现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外聘联系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四川音乐学院现代音乐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延边大学客座教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兼聘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聘教授、天津音乐学院荣誉教授、贵州师大客座教授、琼州学院客座教授、中国音乐、爱乐等刊物编委。我们欢迎高维杰老师。第二位呢是高平教授。高平教授是作曲家、钢琴家、燕京学者、国务院音乐与舞蹈评议组成员、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作曲系主任，兼任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被誉为拥有1001种声音的人。欢迎高平教授。
那下一位呢是肖马教授。肖马教授是中国声乐界第一位美声男高音歌唱家，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演员。他以中国声乐史上第一位美声男高音歌唱家而弥补了中国在这一声部领域的空白。欢迎肖马教授。最后是翟永明老师。翟永明老师从1981年起发表诗歌作品，1986年之后专注写作，著有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称之为一切》《终于使我周转不灵》《14首素歌》《行间句》等9种诗文集，《最委婉的词》《散文文论集》《纸上建筑》《坚韧的破碎之花》《正如你所看到的》《天赋如此》等作品，被译为英语、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并在上述语系国家发表出版。欢迎翟永明老师。好，那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四位嘉宾上台。在此需要提醒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请将您的手机调到震动或无声的模式，一会儿我们会有诗歌以及演奏表演，所以请不要用您的这个铃声打扰到我们这一片音乐上面的一个感受，谢谢大家。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各大活动中心参加我们这个音乐之夏。今天晚上是一个音乐的盛会，我呢主动申请当那个主持人，因为今天其实主要是音乐圈的这几位非常优秀的作曲家、演奏家和那个歌唱家，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说是跟那个诗歌有关的，是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要谈到的也是音乐跟诗歌的关系。首先我想要介绍一下高维杰老师。高维杰老师是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当代音乐之父吧，我自己这样乱说哈，因为我觉得从他开始，我们中国的当代音乐在中国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今天晚上主要是想要介绍的是高维杰老师的原曲小唱。他的原曲小唱呢，是用了3位原曲的那个词作者的那个词，然后谱的曲。刚刚老师的这个原曲小唱出来以后，在音乐圈也引起很多反响，有很多，我看也有很多论文谈到高老师的原曲小唱。所以呢，我想我们在我们听到这个原曲小唱之前，我们请高老师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创作的缘起。各位来宾，非常高兴我接受了这各大全球中心的邀请，来参加这个盛夏的一个晚会。这个晚会呢，我们要演出几个节目，其中一个节目呢是我做的原曲小唱，由高男高音肖马来演唱，跟我儿子高平，他也是作曲家，也是钢琴家来合作。然后呢，还有高平的两个作品，是由周先生的诗作来谱曲。那么。哥伦比亚大学
刚才我看到了很多介绍特别是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有很多中国的华人的杰出的各行各业的各个专业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其实哥伦比亚大学也出了很多华人的音乐家其中像德高望重的周文忠先生，他就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深教授，现在还健在。他是中国也可以说是最早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华人作曲家那么我也有幸跟他见过很多次面他现在90多岁了虽然退休了，但是他仍然在还在创作还在作曲。在他的影响下，他又在哥大又带出了一批中国年轻一些的音乐家，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非常有名的谭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周文忠先生的学生还有我们音乐圈大家都知道的周龙、陈怡，他们是两夫妇，也都是在哥大毕业的周文忠先生教出来的学生，现在都是驰名世界的作曲家所以其实哥大的介绍里头，我刚才说到的几位也是他们是也是有资格给他们加进去这个哥大历史很悠久我今天特别高兴的，也可以说是特别巧的我孤陋寡闻，就并不知道哥大跟中国的关系，结果看到了一篇这个网文，就是介绍了有一位平凡的伟人，平凡的圣人，叫丁龙。丁龙大概在100多年前吧就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他是作为华工被卖到美国去当苦力，那后来他遇上了因为他的主人，这个主人叫卡本蒂尔这个是一个富豪脾气很坏他有一次喝酒喝醉了就发脾气他家里头的佣人工人他说我要把你们全开除了结果这些工人也受不了他的压迫真的也都离开了，但到第二天早上他醒了以后，他以为这下惨了，昨天闯了个祸把这些工人都辞退了，他怎么生活呢？结果有一位工人没有走，他就是丁龙，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走呢我昨天发了那么大的脾气这个丁龙告诉他，他说中国人很讲这个忠诚要忠心这个孔夫子说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卡门提亚觉得他是个读过书的人，结果其实他根本没读过书，字都不识的所以中国文化的传统并不一定是读书能够接受的。这个丁龙他没读过书，他说这个话是他父亲告诉他的然后他父亲也是没有读过书的，都是祖祖辈辈就是有像孔夫子这样的一些言论教诲没有通过读书的渠道，中国人都知道所以他觉得这个了不起所以他对中国的文化就起了一种尊敬的一种心然后更了不起的是，丁龙到了年纪已经要退休的时候，他把一辈子血汗钱，当时大概15000美金和现在就是几百万，他全部捐出来，他说
还要捐给一个地方，能够建一个中国的啊，跟中国文化有关系的学校里头建立这么一个系啊。后来，卡本迪亚就帮他联系了以后，就把这个钱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所以，哥伦比亚大学最早的跟汉文化有联系的这么一个，还当时最初还不是系，叫做一个中国的一个讲坛吧，就叫丁龙讲坛。所以后来的什么中文系或者东亚文化系都是丁龙创建起来的。丁龙后来年纪高了以后，他自己买了一张票，不声不响的就离开了美国，就回到中国，但是不知所踪。所以后来在大概就是21世纪初，啊，哥伦比亚大学还在寻找这么一个人，丁鲁，啊，这个是我今天碰巧看到的，啊，也碰巧今天晚上就要到这个哥大中心来，啊，所以给了我一种很大的感动之余，有一种刺激，就觉得我们中国人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啊，我们更应该有这样责任心去弘扬。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也可以说既是哥伦比亚大学活动中心给我的，也是丁龙给我的，啊，所以我们要继承丁龙的这样一种啊，可以说是一种平凡的圣人的这样一种思想跟行为啊。这个是题外话，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碰巧的，今天晚上就有这个机会到哥伦比亚大学中心来，啊，这真是一个缘分啊！啊，然后我们要来讲的也恰恰是跟中国的文化有关系的音乐诗歌啊，所以很高兴啊。先讲这么一段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啊题外的话，但是更应该是一个题内的话啊，那么刚才翟老师就讲了，今天先要演我一个小曲子啊，这个标题就是很小的，就叫原曲小唱。这个是在2012年的年底，我突然得了心脏病啊，心肌梗死啊，住院以后就打支架了。住院期间呢很无聊啊，我就问家里要把那个原曲的这个本子拿来看看啊，就是消磨时光吧。结果原曲这些里头的诗词啊，把我勾引住了啊，非常的喜欢。因为元曲啊，我们知道有唐诗宋词，这个元曲跟唐诗宋词是不太一样啊。唐诗很高贵啊，宋词很委婉啊。元曲呢，当然是元省散曲的，特别的通俗啊，可以说是非常俚俗的，都是一些口语啊。语言非常的接地气啊，这个非常有趣啊。然后我看了很多篇，有上千首的原曲，我看了以后真的是非常喜欢。好，正好这个时候呢，这个新西兰艺术节啊，他们那儿录音啊，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杰克巴德先生也是我朋友啊，他叫韦约，我为这个音乐节写个曲子，这样呢，跟这个我们学校的中国的那个紫禁城词乐团合作，要到新西兰的这个去演出，这样我就决定把原曲当中的东西选一点出来，写一套啊小的啊声乐的套曲，跟这个室内队啊合作的，我就选了其中的三首。这三首是各个不同的作者写的，本来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为什么要选呢？
我就把这个三首不同的作者写的词把它串起来变成了一个小的故事啊。那像第一首啊，就是写一个女孩子的相思啊。第二首就是写的这个女写的这个女孩子跟她的心上人的约会。然后最后一首第三首啊，是发生了一个悲剧了啊，这个他心爱的男子离他而去了，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辜负了他啊，就变成了一个悲剧。这个三个本来不同作者毫不相关的三首诗，我就把它构思串联起来，成了好像是讲述了一个这么的故事。这个原来的这个曲子里头只有四首，当中有一首第三首我安排了一首是没有唱的，一首纯器乐曲子啊。那么今天这个就不演了，因为它是要有一个室内乐队来演的。这一段我把它称之为是一个间奏曲啊 ，intermezzo 就不要，今天就不演啊。为什么我要安插一个这样一个间奏曲那在里头呢？那我一想着，因为前面一个是相思，一个是热恋，突然一下就变成悲剧了，好像这个没有过程，所以我加了一个间奏曲，好像拉开了一个时间。那么这个作品，首演呢就是萧马先生，萧马先生是高男高音啊 ，counter tenor， 不是一般的 tenor 啊，一般的这个男高音很多。但是这个 counter tenor 高男高音啊，在他以前中国是还没有，所以他是第一人，是吧？当然现在也有几位啊，也有他的学生跟着他学了，也有了，是吧？当然也有这个出去留学的，也有几位，但在国内目前唱的最多的、唱的最好的就是萧马先生啊。那么首演就是他啊，就是他演。他确实是把我这个几个小曲子唱得来非常的精彩啊，超乎了我自己的想象啊。那么今天要演的呢是钢琴版啊，因为我们没有带乐队来啊，那么是由高平来跟他啊钢琴跟他合作啊。写这个曲子呢，我刚才讲了，刚才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下写的。我过去这个这么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拼命的要赶这个世界的啊现代音乐的这个潮流，所以也写了很多啊比较啊现代风格的啊这样一些作品啊，器乐的，主要是器乐的，也有一些声乐的啊。那么这个曲子呢？我没有继续走那样的路线，而是用了非常，因为原曲本身就是非常通俗，所以我就要用一种非常通俗易懂的接地气的这样一种音乐语言啊来写它啊。所以我把它定位为一种通俗艺术歌曲，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非常通俗的啊，通俗的啊。也可以说是听了以后你可能就会可以跟着哼哼。那个我听高平说，那个画家何多林先生他对艺术歌曲跟通俗歌曲的定义的非常简单也很有趣。他说通俗歌曲呢就是一般的人听了以后就是可以跟着哼哼唱啊，艺术歌曲呢是听了会欣赏但是不大会哼着唱的。当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定义，我觉得也不无道理。所以我这个原曲小唱我把它称之为艺术歌曲也可以，但是它是通俗的艺术歌曲，也就是说你听了就可以哼着唱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么一个通俗艺术歌曲的这样一个小的套曲的作品。这个作品呢，当然是用了原曲的诗，
原曲的诗啊，我觉得是非常的精彩啊。他用语言非常通俗，但是我觉得这种通俗是又是非常精致的，是又通俗又精致。你比如说第一段，他这个词是这样说的啊：平生不会相思，就说这个小姑娘还没有相思过，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这几句你想，这几句真是非常精彩。这里头前头两个相思跟后头一个相思意思就不同了。前面两个相思是把它作为一种思想的活动，是吧？相思嘛，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后头那个相思就成了病，是吧？这个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是吧？这些诗，所以我说是他的既是非常通俗，但是用词又是用词跟构思又是非常的精致，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妙，所以他是既通俗又艺术性很高啊。所以我想我要为他谱曲，我也要争取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就是既通俗但是又是非常艺术啊。所以我就选了这么几首词这样的做啊。那么有人说中国的作曲家写唐诗写宋词很多，写元曲很少啊，甚至有人讲，这我这个大概就是第一人，我不敢这样下断语，但是确实是很少写元曲的，很少。其实我觉得元曲比之于唐诗宋词更适宜于歌唱，因为什么？它非常口语化啊，非常通俗啊，所以他可以有更多的人去接受他啊。所以我就选择这样一个啊。那么这种风格是什么呢？风格我当时写的时候没有刻意的去想这个问题，我就是凭着我的一种对这个词的理解啊，对词的欣赏啊，来创作。但是我写出来以后我发现它的确还是有中国音乐的传统在的。这个传统在哪儿呢？很有趣。我第一首大家可以听到，平生不会相思，这个曲调我自己写好了以后慢慢的回味它，我发现跟中国的民歌就有关系。跟中国的哪儿的民歌呢？恰恰就是产生元曲这个地方的民歌，就河北的民歌。大家知道河北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县叫正定县，现在是属于石家庄附近那个正定县。正定县就是元曲的发祥地，就是燕赵这个当时一个文化重镇啊。现在在这个正定还有元曲博物馆、元曲文化中心啊，这个还有一个元曲剧院啊。但元曲有剧啊，有散曲。剧当然大家都知道关汉卿是第一人，是吧？啊，那么散曲就是这些小的词啊，都是发祥的。正定就是一个中心啊。河北民歌里头有一首中国的民歌里头的经典，叫什么？小白菜，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小白菜呀，一粒黄呀。大家听到没有？小白菜呀，平生不会相思。只是我把这个音调加了一点花。为什么要加了一点花？我把这个哒哒哒，本来哒滴滴的，我哒啦哒哒哒滴的，哒啦哒啦，你看上去下来，我要刻画这个少女的。太不安，一上一下，忽上忽下，啊，七上八下，
这个曲调就全是这个七上八下这个处理，嗯。还有最后一首也很有意思，最后一首我也没有刻意要去寻找一个什么音调，但是后来我发现了，原来这个音调确实是源自原剧，就关汉卿的《窦娥怨》里头，后来被昆曲来演唱的时候，里头有用了一个曲牌叫《端正好》，这个《端正好》啊，跟我最后这一曲的曲调非常接近，这个是我潜移默化当中来的，不是刻意的引用，是潜移默化当中来的，是吧？这个他那个句子很有意思啊，没有，本来在那个 PPT 上，他那个是啊，他的曲调是啊，你可以看一下最后一页啊，最后一页，好，你们看这一页啊，这个你看它的曲调，我的曲调是什么？不谋而合的，我确实不是有意的引用的，但是几十年前我对这一段昆曲非常入迷，就对关汉卿这个《窦娥怨》的这个昆曲的里头的这个唱腔，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入迷，所以潜移默化刻在我的脑子里了，印在我的心里了，所以我一写就跟他不谋而合了，啊，哒哒哒哒。不是哒哆哆咪嗦哒哒，曲调稍稍有一些装饰，啊，因为后头这一段是要写一个啊，有一点悲痛的，啊，所以我把它曲调弄得更加缠绵一点，啊，更加的有一点忧伤的感觉，啊，但这个完全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相合，而不是有意的引用，啊，所以我就想我这个原曲。还是有一点道道，也就是说跟我们中国的自己的传统的音乐文化是有关联，这种关联我想一个作曲家能够做到这样，对我来说我也是很幸运的，就是我是靠的潜移默化来，而不是一种刻意的引用，不像我啊刻意的去找一首民歌来编一下，不是，完全是自然的流出来的，但是它变得真的是有根据的，也是很有趣，这也是很我自己感到很欣慰。所以说，原曲讲唱啊，它是有它的，不但是词，而且它的音乐也都是有它的渊源啊。好，我啰里吧嗦讲了那么多，我想现在是不是可以先听一下这个？对，我们听那个高老师讲了那么多，肯定大家特别的想听到，萧马的演绎，而且我们，也算是比较幸运，能够在这儿听到高梁高音，中国的第一个高梁高音，在今天晚上能够跟大家分享原曲小唱，我是已经听过一次了，我在成都听过一次了。
Thank you.
开放了，我觉得今天听得更不一样。我听说高老师做这个曲的时候，有点根据你的音域，有点专门为了你的跟你的声嗓音有关，然后作曲的时候考虑到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唱这首歌的感觉？好，谢谢高老师，谢谢高老师。首先我要感谢高老师，真是这么就是无心插柳，但是呢，其实是很多年的，可以是高老师他整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积累，从这个演出小上向我们展现出来。那我也很荣幸能够作为这个作品的首唱，因为我非常喜欢那个作品。高老师在写的时候是根据我的音域，其实他也是跟很多中音啊，或者是其实一调高音所有的声部男高音都能唱。这套艺术歌曲，也是因为高老师这样写出来以后，我来首唱呢。我觉得高男高音声部主要是它的音色比较特别，它可以讲来是在美声里面是一个传统声部，但是在中国这样演绎呢，这样艺术歌曲来演绎是首次。因为高男高音声部很好的结合了就是女性的柔美和男性的这个声音的呼吸的力度，所以它在音色的变化上，我觉得在这种细腻的处理上呢，会做得更加的到位。所以我自己从拿到这个谱子开始，我就非常的喜欢，在研读的过程中无数次就是让我感动，甚至让我就是泣不成声。所以我觉得这三段词本身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刻画出了很多这种爱情的喜怒哀乐。所以每个人我们都是因为有很多的情感的经历，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把我看到的歌剧里面的情感的经历和古人我们的先祖对爱情的理解，加上我自己，因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所以我把我自己的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这个作品里头。每一次演唱，这么多年以来在不同的地方演唱，不管是跟谁的乐团，还是跟钢琴，还是跟交响乐团，我都是每一次都是一种全新的演唱。我没有觉得我好像唱过很多次以后把这个作品我就很熟了，而且每一次我都特别的更加的觉得很小心，更加的觉得他的每一个呼吸，每一个语气，每一个重音都会让我要他从心里，从我的思想里面出来，而不是从我的嗓音里面出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嗓音是不太重要的一种，因为我应该超越它，因为更重要的是对这个作品最好的我的理解，加上高老师的要求，这样把它诠释出来，在不同的场景跟场景相结合，产生一个这样的，也可以算是一种音乐的瞬间的一种化学变化。所以我觉得这套作品是这么多年以来也是弥补了中国这个原曲原创艺术歌曲的一个空白，也是在2014年第一批获得的国家艺术基金，现在已经解体。然后我们这个作品高老师这个谱子出版以后，在全国的专业院校也好，还有爱好者里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现在的这个乐谱已经马上就再版，一版全部卖完了。所以我想这样的作品一定能够在无数年以后，经过时间的洗礼，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艺术歌曲的精品。这样是不多的，我非常感谢高老师。那个钢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我们其实今天可能有很多人都在音乐也不是专业，然后对作曲这方面是比较外行的，然后你们两代父子作曲家，你肯定对你爸爸的那个作品应该更能够理解，你就从作曲家的角度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高老师这个他以前过去写的西方音乐啊，就接近那个西方的那种现代音乐，但是一下转到这个带有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特点的时候，这个里面肯定也有一些技巧上的一些变化和一些难度，但是我们因为是外行，肯定也不太能够清楚，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谢谢。就是我父亲他的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可以说他实际上一直在创作各种类型的音乐，但主要的是一种比较偏向于现代，但是在这个现代的这种技巧的运用当中，他又糅合进了很多这种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就像他自己说是一个通俗的艺术歌曲。刚才通俗的这一边，他已经讲了，是吧？我想讲的是艺术歌曲的这个，就是艺术歌曲，就像何老师说的那个，艺术歌曲就是好像听了不能唱的那个，其实也未必。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大家可以以后如果再听到所谓的艺术歌曲的时候，可以注意的一个就是，艺术歌曲更注重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音乐的效果，啊，比如说，这个钢琴这一部分，它里面有很多很多文章，有很多细腻的东西，它在这里衬托，声乐，但是同时又有它自己的一种声音，比如说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一会儿我还会讲，我的那个作品里面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在艺术歌曲这个艺术歌曲，当然我先要解释一下这个两个字。听起来特别奇怪，其实我觉得翻译不是特别好。后来翻译进马叫雅歌，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它的道理。艺术歌曲是英文翻译的 art song， art song 就是艺术歌曲。然后歌曲好像本来不是艺术，是要加上艺术才叫。所以这是一个外语词啊。但是呢，比如说刚才他在第一首里边，我记不得太那个词，但是里边有两句。气若游丝什么，然后之前有那个飞絮，这非常有意思，就是艺术歌曲里边有一个特点，英文呢叫 word painting 什么意思呢？这两个字都跟音乐没有关系， word 一个词， painting 画，词画，实际上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写意的意思，就是它在音乐里边，或许在声乐里边，或许在钢琴的部分，他把这个里边的词表现出来。好，我你就听这一段，我们再把开头唱一下。那我跟你们说，哪儿是飞絮，哪儿是若丝啊，游丝。这个我们也是一位泰斗前辈，因为叫钱仁康先生，他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就叫艺术歌曲里头的这个词语描绘，就词语的音乐描绘啊，这个是艺术歌曲里头惯用的一种伎俩。对，有的时候用烂了，对，就是词里面讲的水什么。若下面刚接下去，那就很糟糕。但他是用得很好。我希望我没有用烂。刚才他谈到了第一首，其实第二首里头有一个细节也是，很值我自己比较得意的，就是他的影子。你影子他是一个卡农。一个卡农。为什么呢？这个是两个男女在约会，两个人好像在拥抱一样，追逐。我可以弹给你。
又可以把它夸赞一下，慢一点吧。你看，它是两个声部，第二个，这个，第二个开始。凄凉，但这个地方的旋律和第二乐章这个旋律是一样的。对，我来，就是要不像我们就唱那个四根错。用我们专业的说法，它是两个不同的调式，一个是大调的，一个是小调的。我这儿用意是什么呢？曲调是一样的，但是是物是人非。我想讲的就是这个。这个曲子我跟我儿子没有交流过，因为我觉得这个曲子很简单的。我就没有跟他做的，他这个也是第一次弹啊，以往他的演出除了跟乐队跟钢琴，那个钢琴不是他弹的，是别的钢琴家弹的，他今天是他第一次弹，我也没跟他交流过这些细节，但是他帮我分析这个大家都是搞作曲的，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吧，啊，惺惺相同，他分析的都到位，把我的意思都说出来了。有所发现，特别高兴，就是这两天我练这个曲子，发现这些其实有很多东西在，很多层次在里面，这是它高明的地方。挺棒的，还是知父莫若子。虽然说没有那个真正的交流过，但是还是真的是在音乐里面。对对对，我觉得真的今天也是特别幸运，我也第一次听到。你们父子俩那个聊到这个音乐那么细致，如果没有你的这个阐释，我可能有很多东西还没有理解到，真的非常的高兴。然后我们是不是也谈一下你的那个高频的？他也我觉得今天因为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活动是高老师和高频他们这个都是用，一个是用词，然后另外一个是用诗，而且是用现代诗，就不是用比如说原曲哈，这种传统的，但是用的是中国的当代诗歌作曲，这一点上你们父子俩也是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说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因为高平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就认识，而且我知道他
当时就一直在那个作曲，就是用那个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来谱曲，这个比较少，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直接用当代，比如说用过去的，可能也有一些人用现代诗人的，比如说30年代的诗人的诗歌来谱曲的也挺多的，但是用当代诗人的诗歌来谱曲的也不是太多。高频是大概有多少首？反正很多，是出了是出了一个。我是有一个，这个是其实今天要演的这两首啊，是翟老师。对，是我的两首。是啊，但这个是一套大概7首，还用了一些其他的当代诗人的。那么我就提出来这两首来今天来。因为今天我们坐在这儿，所以话就是这个。可聊。而且呢，因为我们俩之前有一个有过那个合作，我们曾经呢做了一个音诗剧场，就是我的诗歌高频的那个钢琴，当时里面也是唱了这两首歌，对。所以呢，就今天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就也是打算就给大家呈现这两首。也是由萧马，因为萧马这一次是第一次，不是他唱过，哦，唱过，前年在国家大剧院，前年对，所以你先介绍一下，对我介绍一下，其实应该你来介绍，你先讲讲这两首诗，因为这两首诗也很特别，对，和弦乱成，其实这两首诗吧也不是我选的，是高平他自己读我的诗里面他选的，当然其中有一首呢跟我们俩都有一点关系。就是当时等于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吧，应该这样说，还是跟你家有点渊源啊，对对对，跟那个高平家里面有点渊源，就是以前有一个歌手叫陈琳，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后来她去世了，她去世的那天呢，我正好从唐山回来，当时下了特别大的雪，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嘛，没有看到过下那么大的雪，我就正在想着那个说下了那么大的雪，结果这个时候突然一下收到一个信息，就说陈琳去世了，我当时心里面特别难过，所以呢回来以后我就写了这首诗，然后但是呢我不知道高平跟陈琳也有一种渊源，后来这段渊源你能介绍吗？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渊源跟他，但是好像王维对高平的夫人王维的母亲曾经是陈琳的老师，音乐老师。他跟我，对不起，陈琳跟我是一个钢琴老师。哦，我原来在舞蹈学校时候都跟周家秀。跟你也有缘。对，他跟郭峰他们是就是都是跟周家秀老师学的，就是我们都是一起，我在他们后面。所以呢，后来高平就用这首诗谱曲，他是谱完曲以后才知道。然后后来我们在做那个合作的时候，就把这首诗放在里面了，因为我也非常喜欢。对，这两首哈，一首是和谐乱成，就是这首陈琳，实际上是有点像个挽歌一样的。对，有点像挽歌的感觉，然后另外一首叫另外一首叫转世霓虹，也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是高平自己选的。所以你跟我们谈一下你选择，比如说，用诗来作曲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缘由，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那个想法？肯定是有的，就是其实刚才我父亲已经讲过了，就是他的创作这个原曲小唱的时候有缘由，我归纳有三点，就是第一点是一种偶然性，就是碰撞，因为当时他生病。带上了这个原曲，真的是就是，如果不生这场病，也许我们就没有今天这个作品，真的有可能。恰巧又带上这本诗哈，选就是撞上你，就是说我当时读你的诗啊，就会撞上几首，我突然会或者是感动啊，或者是它会给我产生一种意象，有的时候是视觉的一种意象，然后会转化成。声音，音响等等等等，比如这个和弦乱成，就是它第一句这个诗，就是雪花飘下时，是吧？落下时，那么就这一句，你虽然很简单，但是它好像有音乐在里面，
这个雪花落下这种慢的这种空旷的这种慢速的这个一种无声的然后又有一种情绪在，所以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就是立刻会抓住你的想象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一个诗能不能被做成曲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就入不入歌，入不入歌。像元曲它是比较本来就是可能以前是歌，就是歌，它就是元曲曲子它可能就是，所以它可能本身就比较容易入歌。那么现代诗呢，就要看这个诗是不是可以唱。第三个就是我还要回到刚才那个意象上来说，就这个除了旋律之外，它还能不能给一个整体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么包括钢琴或者是如果你用别的乐器来伴奏这个声乐的话，我很看重这个，就是它是一个整体。当你听完一首这个歌的时候，你或许会记住碎片一样的旋律也许不能像元曲三这个小唱那么容易入口，就是朗朗上口，但是你可能会记住一些碎片。但更重要的是你会留下，你会带走一种意象，一种声音的整体的一个质感或者一种情绪。我想抓住这个东西，这很重要。就这首诗它里面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意象感觉，也很难描绘它有一种哀伤，有一种但又不是声嘶力竭的那种东西，它惋惜、哀伤、孤独，这个里面有很多情绪，所以很喜欢。但是我要特别要说这个《何雪乱城》这首特别的南谱曲，对，我也感觉特别，因为它字儿特别多所以我选择了一种是近乎于说唱的一种头半截一开头这一段完全像就是歌剧里面叫宣叙调recitative 这种东西，就是在说词，但是这个里面是有说唱，它有旋律，说的旋律那么中文呢本身就是有旋律感，因为它是音调式的这个语言，所以就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好，好像一个人在那自言自语在那说话，有一种空旷，一种孤独的感觉。那么第二首转世灵童呢，我喜欢它的是一种好像是它的有一种意志，就是它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漂浮的感觉，一种空旷，好像是天外的声音那种感觉。当然实际上天外没有声音，在宇宙里边是没有，但我们想象中当然天外有声音那种一种意志。所以两首歌曲非常不同，一个很静很静很静，另外一首是有点动，灵动的。那么灵童它有一种灵动在里面，那咱们不说多废话，可以听一下，因为音乐来说话。
现代诗歌曲很不容易，真的是挺难的，因为确实原曲它
可能人家过去的他们的那种创作是跟音乐性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然后我们当代诗现在越来越那个离那个音乐性比较远了，比如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去想到，或者说我们可能我们有一种音乐性，那是跟那个音乐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关系，比如说可能会比较介意那个节奏感，或者比较介意那个，就不会像过去那样押韵了。所以呢我觉得感觉可能真的挺困难的，那个现在是你觉得当时觉得其实这个诗啊跟这个音乐是最接近的两种艺术理论，是吧？因为什么呢？他们有共同的一个东西，它就是都是在形式上都是讲究韵律、讲究节奏啊。但是现代诗跟中国传统的那些诗词曲啊，那有一些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是它的音乐性的本质的差异，音乐性的本质是一样的我觉得诗可以说是用文字谱写的音乐音乐是用音符谱写创作的诗词，其实它本质上都是有音乐性，这个没问题，但是音乐的结构形式有了差异，这个也不光是现代诗或者是诗的差异，古诗里头也有，但还有一个作曲家的采用一种什么样的音乐的形式来写，比如说通俗歌曲，或者像我刚才的这个通俗艺术歌曲的原曲，它是一种歌谣体。歌谣体什么？就它来源于像民歌那样它这种是可以往往是一个曲调可以反复的唱。但是艺术歌曲现代诗或者是作曲家有意不要采用这种歌谣体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称之为一种通谱的歌曲，通谱就通起来谱，它就不是分解歌的这种歌谣了这个时候它就显得比较复杂一点。你比如说舒伯特的歌曲里头，它有很多是歌谣曲大家都熟悉的，有些歌很多歌曲都是歌谣曲，但也有一些像他的魔王这种就不是歌谣曲了，像他的摇篮曲什么，你一下子就可以哼着唱包括小夜曲什么都是比较能够哼唱，但像他的那个就不行，像魔王放沙的玛格丽塔这些都不是能够跟着哼唱，他就有通谱的歌曲像刚才高平的这些曲子呢，他跟我那个原曲的是形式结构上都写法都不一样我用的是，当然我也是有意的用这个，因为要使它能够更加的比较通俗化接地气，所以用歌谣体当然我以前也写过非歌谣体，也是同样用古诗，比如说京兆这个首演是高平指挥的，是他跟一个室内乐团一个女高音，那个我就不是用的这种，不是用的歌谣体，当然风格也是现代风格，但节奏也不是一种歌谣体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可以说音乐上的一种题材类型的写法的不同但是实际上是像你这些诗虽然不像字句不是那么整齐，甚至于不是那么押韵但它音乐性它否则它不会看上不会找来谱是吧没有音乐性你就强加给它音乐性是不行，所以诗词要能够写成可以唱的话，它一定先天的，它本身一定有它的音乐性。这个我刚才听了，我觉得这个诗，你的这个诗里头本身就是非常富有音乐性所以但它结构的，它是一种好像比较散的一种结构，而不是一种整齐的这样一种歌谣的结构，所以这个是一种题材特性的差别。对，说得很对，就是其实就是你的这个诗里面这种长长短短，我觉得恰恰就是音乐性，因为音乐就是长短的组合嘛，它有一种节奏
说话里面也有这种音乐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当然就跟那个歌谣体的是区分开来的另外一种。还有说到韵，其实这个韵律这个跟节奏有关系，就是这个长短之间，它其实是这个现代诗里面其实也是有，我觉得是很有韵的，是有，它是内在的，只是跟以前的那个古典诗是不一样的。对，我反而喜欢这种，就是它是内在的韵，它不是说那个好像在字面上或者声音上能够连上韵，但它有一种韵，我也说不出，我完全不懂诗，但是我觉得里面有韵，所以它有强的音乐性，绝对不是没有韵律。这样，我不知道时间现在我们是不是还有时间。刚才我们给大家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一个现代诗，一个比较古典诗词的音乐。那我还想说一个，就是用声乐表达这个诗是一种类型，用器乐表达也很多。这个历史上有很多曲子，中国就不说了，比如古琴的曲目里面，那简直全都是诗意的东西，潇湘水啊，对吧？对，这些东西啊，高山流水，这都是诗，而且有标题，一段一段都有小的标题啊，什么平沙落雁，这都是在西方的这个器乐里面，比如说钢琴这个乐器里面很多这些曲子，都是贝多芬有很多作品都是前面有一句诗，或者有一个标题，它暗示一种诗意。那么李四也有过这样的。我就是，我记得好像你有用李商隐的。对，我就是觉得这个用器乐来表达这个诗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写意的，更写意。对，我下面给大家想弹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叫《秋池》，就是这个李商隐这个《巴山夜雨涨秋潭》这首啊，《夜雨寄北》这个。太好了。这个很有意思，这首诗。但我想弹完了再来说，然后这里面有一些故事。Thank you.
这个是我的一个钢琴家朋友，叫盛元。盛元老师是非常杰出的一位钢琴家，他在现在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尤其演奏这个巴赫，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领军人啊，非常好。他那个时候约了一个这个稿，就说这个是一个中秋的时节的一个他的一个独奏会，那么他在里边要包括很多这种跟秋有关系的音乐，他就说你能不能写一首跟秋有关的，我就答应了，然后就开始写这个曲子。我也没有想什么秋不秋的，反正就是写。但是当然那种既然有了这个东西之后，这个脑子里面你不可避免的就秋色啊、那种萧瑟啊等等那种颜色、啊、各种彩那种画面感就有了，那么写出来这个曲子。写出来这个曲子之后面临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首曲子都有标题，我不能叫它叫个钢琴作品二号，这太无趣了。那我就想跟秋有关系啊，然后我就那次正好就到我父亲家里，然后就我说我给你写了这个曲弹给你听。说哎呀标题我知道的，秋什么秋富秋什么的都不好。他说哎秋池，秋池，哎这个好，我说这个好，太好了，秋池太好了。哎很有意思，就是我在写作品的时候完全跟李商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这两个字我就跟李商隐就拉上关系了。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曲子写完之后有了这个标题之后，我发现里面有水的声音啊，然后而且这个曲调啊老是这个整个曲子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旋律，实际上你可以说它是无词的歌，也可以说它是一段长诗，像吟诵一样的长诗，然后他老是每次完了又从头开始，但每一次开始就会这个圈圈转得更大更长，然后加花更多更丰富更花哨，或者感情更强烈一些，每次都强化它。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诗啊、就是诗，它是有一种，因为巴山夜雨涨秋池这个里边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因为他说巴山夜雨涨秋池，然后下一句什么何当共剪西窗烛，最后是却话巴山夜雨诗，他这个本来就有一种循环的一个东西一个韵在里面，所以哎这不正好吗，简直太所以要感谢我老爹这个曲子的这个标题也很重要，就像起名字一样，我叫高平，他就很平凡，高维杰就是真当做人杰就很正那您这起的怪我，但是起码我秋池这个名字帮我起特别好，你有没有什么话的这个当然当时首先是他弹给我听了以后很喜欢这个曲子，他钢琴作品太多了，那这个曲子给我印象很深的，所以我就脱口而出，我为什么会想到李商隐这个秋池这么两个字呢，这个诗的跟这个诗有关系的，因为他是他的好朋友约他写的曲子，这里头不管有没有秋天的意味在里头，这是一种友情的维系啊，一种这种我觉得很有意思。李商隐的这个诗很显然是写的一种友情，对不对啊？而且这个诗用词很特别，短短的四句吧，出现了两次巴山夜雨，这个是过去的诗里都很犯忌的，重复那么多字，有时字都不能重复，不要说这么两次重复啊。其实是这个李商隐的诗词，我是诗是外行，但我读这首诗词，我是感觉到他有意识的要在这个诗里头用了两次巴山夜雨，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词。第一次的巴山夜雨，他就是好像是给家里头打了封信，这个是写信时候正是巴山夜雨，然后写到后面这个诗写到后面这信写到后面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追起了跟朋友的在巴山夜雨的时候的夜谈，所以他出现了两次这个巴山夜雨，那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个诗写得很特别的。
是吧？用词上的，过去说我们作曲相同的东西不要重复，但是有时就要重复。他这个曲子，我觉得大家可以能听出来，其实是有三次还是四次？有四次，开头是一样，开头是一样，好像是一个分解歌一样，是吧？每次开，实际上是一次一次带出来的，是一种友谊的追忆，啊，一种友谊的追忆。所以跟这个诗的这一点上，我觉得意境是很相通的。当然，他的钢琴，我跟他说他也喜欢在钢琴里头有些叮叮咚咚的声音，就会联想到是水或者下雨，是吧？这个是你加了标题会朝这个方面联想。其实不加标题，一样也在这种那个雨夜的或者是雨。江水的声音啊，因为这种东西都是一种诗的意境，一种诗的意境，我觉得这很自然啊。他这个曲子的结构，我也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个曲子这个曲式很特别，我跟他取了个名字叫书签曲式，好像是一个书签一样，一本书很厚嘛，每次看到那个地方加一个书签，下一次又从这个地方看起，是吧？有三个书签，就分成了四段啊，每次开头不一样，同一个书签嘛，啊，所以这个蛮有意思。其实这个这儿有诗人，我觉得诗跟音乐这个确实是非常近，诗可以拿来歌，但是我不用诗，用诗意也可以用来谱曲，他这个秋词，他不是直接用这个李商隐的诗。是来，直接来，产生这个灵感，但是它跟这个诗，其实我还直接用诗，直接由诗的诗意来谱曲，比如说也是他最早首演也是他弹的，就是那个冬雪，冬雪是柳宗元的那个诗，是吧？江雪，冬雪就是用那个诗，其实用诗。用诗，去年我还写的那个用王维那个诗写的那个山居，对，也是纯起源，都是没有。我觉得诗跟那个音乐是，它很接近里头啊，我就想到了它有哪些地方接近呢？就是最近我就看到那个，就是那天我们也聊到嘛，就德国那个一个。大学者，他也是一个音乐学者，也是一个演奏家，是一个管风琴的演奏家，非常非常有名。本人又得过，他又得过诺贝尔奖金，但诺贝尔奖金都跟这个他的写文章没有，写书弹琴都没关系。他是作为和平奖，他是因为他要拯救非洲的这些苦难的那些人，去帮他们治病。他就去学医，为了要去拯救这些人痛苦的当中的生活的非洲人，他学医了后到非洲去行医，他是凭整个这个得了诺贝尔奖啊，很有意思。但他有几本著作是非常经典的，其中一本就叫《论巴赫》论巴赫，他是一个巴赫的专家，但他很奇怪的就是过去就把巴赫，大家都知道巴赫那是好像是。西方音乐之父了，而且是一种抽象音乐之父。但是，这个Schweitzer呢又特别喜欢瓦格纳，好像水火不相容的这两个作曲家，他都是同时喜欢，但他就是要把这个水火打通，所以他的研究就要把这个水火打通，所以他写的巴赫就是把就是瓦格纳联系起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但他提出了一些。很绝的一些见解。我们过去说音乐啊，可以分成什么？有纯音乐啊 ，absolute 叫纯音乐啊，我们就说抽象的音乐啊。然后有什么？有标题的音乐啊。但其实这个标题的音乐里头呢，这个Schweitzer又把它再分成了两类，一类它叫。
种呢是叫就是 program music， 就是叫我们过去翻译成标题音乐。它如果标题音乐，那音画也是标题音乐啊。那 program 这个 music 它其实是应该严格的讲是一种情节音乐，有情节，就是它是有用音乐来写出了一个情节的故事，那它是由一个时间的这个先后顺序。他说这个两种标题音乐是不同的。他的绘画音乐，它是静态的，它并不讲故事，是吧？啊，当然音乐是有时间的。这个音乐的时间就像是你看一幅画，你可以从左边先看，然后或者你从中间先看，这个都可以。这个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这是你眼观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这个画本身有什么故事，它的前后不是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就想到这个三类音乐，那么绝对音乐、绘画音乐、情节音乐，是不是在诗里头也是一样？诗里头也是一样，诗是不是也有我们说 absolute 的含义？有没有纯的诗？这种纯的诗是两方面的含义，有的可能甚至于就像是一种文字的游戏，当然这种告诉高级的，不是无聊的游戏，很高级的游戏，它就是去编制这个文字成为诗，啊，就像音乐，我们编制这个音符成为这个音乐，不讲故事，也不描绘什么，当然，心灵的东西是肯定在，但它有这种东西，是吧？就有这种东西，这个，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种绝对的诗，也有绝对的音乐，还有呢，叙事诗嘛，啊，有叙事诗，然后有诗中有画，描绘的，是有很好的描绘性，音乐也有很好的描绘性，诗，那叙事诗就是完全是有情节的，那么音乐也是可以有情节，啊，所以这个我就很有意思，这个绝对的诗。跟绝对的音乐一样，有时候就是进入一种高级的、一种智力的一种游戏。就像我们作曲，有时做一种繁难的什么赋格啊，什么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一种所谓的感情在活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做这个音符的游戏，啊，这个诗里头也有很多这个音乐，中国的诗、西洋的诗也一样有，比如说回文诗。回文诗这种东西，你说就是游戏，但是做的高级是非常精妙。这个我小时候听评弹里头有一首开篇，它就是有两句诗变成了一首诗，那它叫“相连碧水洞”，这是上句“相连碧水洞”五个字。风凉夏日长，当然我们说这里头也有点话，但这两句是有话的，但是它这个五言的这个两句变成了一个七绝的诗，相连碧水洞风凉，水洞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动水，动水风凉，碧莲香，就变成四句。这个十个字就变成了428个字的一首绝句。你说这个里头有多少的特别的情感或者意思？它未必，但这个就是有趣，就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我把这种，我可以认为它就是一种绝对的诗。是吧？就absolute poem，就是一种绝对的诗，就纯粹的一种高级的一种文字组合的一种诗。当然，诗里头描绘画，那就很多了。王维的诗就是诗中有画，那但这个描绘性的诗中描绘这个画面的，这个人太多太多，是吧？然后有情节的，当然更多了，也很多啊。白居易的什么，是吧？琵琶行啊，什么什么，都是讲故事，对不对？有很多情节，所以音乐里头跟这方面
就他的分类，我觉得跟诗的分类是很接近的，很接近，互相互动影响啊。也许是诗影响了音乐，也许是音乐是影响了诗。就是我想问詹老师，你有没有试试说音乐的啊？听了音乐之后的启发，或者是类似的经历？当然肯定有了，这个。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听某一首歌曲或者是听某一段音乐，肯定有这种情况，因为诗歌写诗的时候跟那个作曲一样，有的时候某个东西触动了以后，它就会产生一种想法。我想可能写诗跟那个作曲的那个动机比较相似吧，所以音乐跟诗歌确实它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确实今天越聊越有意思了，但是主要这个时间实在是不行了，是因为我们还要打算是要留个15分钟给现场的这个观众提问，然后所以我就不再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了，因为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可能我们以后还可以再找一个机会聊一下。现在现场的那个朋友有没有谁要向高老师提问，包括肖马老师、高平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有15分钟，可以让大家来提一下。高老师你好，你的那个最后一首这个《转世灵通》，我觉得写得非常好，结合你那个《八声夜雨》这首曲子，我听到德彪西，听到了拉贝尔，听到了很多的那个音乐上的色彩和这个画面感非常强。我的问题主要是，这么优秀的作品，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如何推广，如何这个出版，如何让更多的人听到？对，你这个问的非常实际，这个问题很好，因为作曲家特别作曲家自己很多很好的作曲家都不太会自己推广自己经营自己的东西，因为他可能精力都花在那个这个作曲上面了，或者是艺术上面的，所以推广上，但是有一些例外，有一些作曲家是非常善于经营自己的，历史上也有很多，比如说亨德尔和巴赫相比，亨德尔就是一个非常善于经营自己的，巴赫就是你看巴赫竟然被遗忘了那么多年，后来在19世纪的时候才被门德尔松又复苏了，对吧？又拿出来演奏，他被遗忘过，这么伟大的一个作曲家。所以作曲家有的时候是稀里糊涂的写了音乐，不知道，就舒伯特，比如说写了那么多作品，死了之后很久以后，他才真正开始别人认识到他的伟大。那么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你是不是愿意来帮我们推广？好，我尽我所能。当然，我们这些作品都出版了，像《元曲小唱》已经这是印第二版了，是吧？所以已经是很成功了。那么我的这个《秋池》呢，乐谱明年要出版，但是唱片已经出了，就今年出了唱片，所以小范围内还是出版，是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的一个，刚刚出，就前几个礼拜刚刚出。所以这个有一定的，当然远远不够了，需要有专门的人来为我们推广，因为我们搞作曲也不懂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推广。今天当然也是一种推广，今天的观众大家会听到这个音乐，你喜欢，也许你会带走一点什么，希望。还有没有声音？之前听过您一些作品，然后其实听的也不算多，但是我觉得呢，高平老师总是能把一些乐器发挥出它最大的潜能。我不知道我说的准确不准确，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您的一个曲子《潇潇》，然后您的这个手法真的是让大家太意外了，包括您之后的这个《咏莲》，包括您给那个邹翔老师写的那个叫《湖光掠影》。您的每一首曲子都让我们特别意外，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是怎样的一个创意，怎样的灵感？
感谢你还听过我那么多作品，嗯，也谢谢你喜欢啊，因为作曲的人像写诗的，肯定你碰到一个知音是非常非常珍惜的，所以我希望。刚才你提这几个作品啊，就是《潇潇》，我很惊讶，你是怎么听到这个曲？哦，那个，哦，讲座里，对，《潇潇》是用了沈从文的一个那个小说里边的一段，那个词儿是沈从文那个时候收集的，就湘西的民谣民歌，然后用那个我做了一首曲目。他说的那个我用乐器，那次就是《潇潇》这个曲子是不在钢琴上弹，是在钢琴里边拨弦，然后我要唱，就是我边弹边唱。你说乐器其实对我是很喜欢，如果是用一件乐器就是要发挥它的一些把它发挥出来，把它应该有的效果或者它不常有的效果，甚至是它也许没有过的效果能发挥出来，我比较注重这个。老高先生也是很注重乐器上的发挥，因为如果你写个钢琴曲，你只有一只手在上面弹个单音，那你这个曲子就你可以用一个什么扬琴敲一敲也可以，钢琴你要发挥它的这个乐器的可能性，对，88个键还是多少键，然后它有踏板，有各种样子的效果，所以要发挥它。然后这些东西呢，当然不是为了发挥这个乐器而发挥，它能够跟你的乐思和你的意象能够结合。比如说刚才那个转世灵童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很空的声音，然后肖茂老师唱的时候，我的那个踏板是踩着的，那个时候你就会听到他的声音和钢琴的那个声音，或者是我们叫共振，或者是那个泛音啊，它会有一种好像空了一样，就是这种效果，它会产生这种一些特别的声效，就是一种音乐的联想，这么带出来。我不知道回答了没有。谢谢老师。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感谢高老师空灵的琴键声为师父曲让我们欣赏到了这么阳春白雪的作品。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作为普通大众可能很难欣赏到这么经典的作品，我想请教各位老师是怎么看待就是街头巷尾可能现在比较传唱流行的一些音乐，例如小苹果，还有就是一些非常非常就是耳熟能详，但是可能跟我们这个欣赏的作品有一定的就是水平层级的一些层次的一些作品音乐，我想了解一下老师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文化现象的。让我这个老头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像跟你们的距离就比较大。你知道小苹果？我知道。其实啊，我也非常喜欢通俗音乐。比如说是一些流行音乐，还有像爵士音乐，我都是都很喜欢。其实音乐是各种各样，我觉得正因为有多种多样的音乐，这个世界才是五彩缤纷，才是美好的，是吧？比如今天你们听到的，相对比较通俗的原曲，跟高频的这个或者说是更艺术化的这样一种艺术歌曲，是吧？这个它的风格甚至于它的这一个音乐的作曲的这种手法都是很不同，是吧？但是我觉得正好我们这个今天可以听到两种风格不一样的音乐可惜我们不会。我不会唱流行歌曲，否则我今天来唱一个流行歌曲，来调剂一下我这个也是可以。但实际上，有一位流行歌曲的大家在这儿，肖老，他的流行歌曲唱得非常棒，是不是你们可以看一下呢？
啊，小马他自己弹的。小马是各种演唱风格的。我今天就直接不是班门弄斧的问题。我觉得各种音乐之间没有红。没有，对，没有区别。大家唱一个，也是，高平老师其实跟我写了一个很棒的钢琴，非常棒这首歌，但是呢，今天不要让我弹，我疯了。然后叫《一扇窗的天》，是丁薇词曲，然后编曲是刘洲，就是也是很棒的一个编曲，我很喜欢这个，那个的。都没有在这个没有高平老师这个钢琴写的极漂亮的这个，对对对，非常漂亮，但是我没把它背下来，我下次把那个功夫给你。肖马老师有一张唱片，大家如果很喜欢可以去找，是流行歌曲，老上海，对对，老上海流行歌曲的一个专辑，他唱流行歌曲是非常棒的，大家可以去。我找没时间了。真的我们今天非常的精彩，但是确实时间那个有限，本来我都有好多问题想问一下高维杰老师，包括高平，
但是今天确实没时间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聊得更深入一点。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家长。谢谢7月7日，小远文老师还会到我们中心跟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教授做一场这个关于诗歌的对谈，然后冷霜教授会做这个主持人，也欢迎大家7月7号的时候再到我们中心，谢谢大家。对啊，你先拍照吧。